好家伙，阿詹，你这一锤比一锤重啊！看看这是啥？莱卡相机哦。这两天可是磕生磕死呢，他俩真有重甩你脸上，强炫你嘴里，不吃都不行。完播，这相机才刚被认领，还是莱卡重庆店认领的。阿詹，你这直接摊牌了，对吧？仔细看看奥斯这篇生贺作文，格式很相似的。第一段总结作文，第二段讲工作态度和状态，第三段感谢帮助，一路前行。不是我说，你俩这查重率太高了吧？打回去重写不是？不只要查重率，你们咋还和小红小绿对上了呢？一个万物皆酷，一个万物可爱。好好好，妙妙妙啊！你酷我就可爱。仔细看哦，阿正这蛋糕是32只小羊吧？这是露营帐篷吧？哦，好的，想到水做的搬家露营了。搬家露营，我第一次听，就是把家里搬到露营的地方。就是可以说他喜欢把很多东西，